每天都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不是露露换成猫咪了，又换过。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猫咪，因为他让我给两个选择，第一个是猫，第二就是露露。他如果猫做不了，他就换了。之前网上传都是假的，我又没说过，露露是备选，那就奖励他一把吧。这么多皮肤了还想要啊？数一下好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个，你去数数猫咪有几个？我记得应该最多四个吧。